台湾主席哈，啊，秘书长，啊，咱市长哈，啊，咱各局处的局长、处长哈，啊，甲咱新闻媒体，啊，大家高早高好哈，啊，即马分析的这个时间即阵哈，咱这水利局哈，咱这九月二七啦哈，这个梅基台风来的时阵啦哈，会使讲真大的风雨嘛哈，啊，四川台南。诶，这个地区拢淹水啦，吼！根据阮新华诶公所诶统计啦，吼，伫阮新华淹水诶超过50公分诶，吼，有咱新华城啊，差不多170公分啦，吼，啊，将近差不多一楼悬啦，吼，啊，第二呢，就咱太平里高林遐拢淹水啦，啊，咱台地咯，也拢淹水啦，台新咯，130公分也拢淹水。啊，甲伫咱大内吼，淹水的有上严重的，就是咱内过里呢，而且秀才村呢，而且二溪，而且提洪花吼，是上界近的，全部诶，这个提洪花拢做啊啦吼，有设有一个水门。但这水门呐关起来呢，咱的内水就拢完全拢无法通出去啦。啊，所以台风来的时呢，所有的水呢，拢往咱秀才村呢的这边流啦吼。因为遮无准备咱这抽水机，啊，到家咱的水呢慢慢淹起来时呢，咱较紧急呢，啊，迄个较吊这抽水机，所以来抽水，但是已经拢来不及啊。啊，所以水利局长这边是不是应该设一个简单的抽水站啊？请咱局长你来答复一下。啊，甲余泽兴做一个报告了哈，主要是这边哦雨量啊较大，所以吼像迄个闸门水口下洪吼，啊，所以规个闸门溪迄个水位吼足悬的。啊，一般的时阵吼是较无这款的情形，就是讲迄个水门未关遮久啦。所以这部分哦，阮过来检讨吼，看遐个了解一下，看到底是啥物情形？是，吼，万风台来了，吼，民众拢已经从咱厝内呢，拢穿甲真清气啦吼。结果咱九月三十下午啦吼，只是小可一场的这个头半钟的这个西北风尔，竟然又搁淹水啦，吼。所以本溪的处境啦吼，进行咯，吼。会使讲，341行车，吼、哦，就是本溪的这厝的对面，吼，嘛、哦、是真严重啦，吼、哦，拢安尼，迄落淹过咱这个小腿啦，吼、哦，另外这个信义街也拢有淹水啦，吼、哦，上深的大概拢差不多15公分。是，啊，家己在做一个报告，这部分吼、哦，秘书长有指示，就是讲咱水利局参工务局有针对这个啊急雨吼，诶。积水的路段吼，爱做伙去会勘做一个了解，看是切高啊无够，阁是讲雨水下水多吼、哦、接袂起来，所以这部分阮内参干部叫赶紧来做一个会勘，做一个详细。虽然咱这個水啦吼退了啦，但是民众拢来问本溪啦，为啥物在安尼风雨来拢淹，迄个拢淹水啦吼，但无来嘛是淹水啦吼，咱开遐侪钱治水啦吼。到底是拢做伫倒？啊，本溪边问咱局长，为虾米一个西北雨来，尔就拢淹水？局长，你敢知影啥物原因？甲伊只报告者吼，因为迄个咱即阵雨吼，啊，为迄个阮的了解，就是讲伊的是短延时强降雨啊，就是讲一点钟内底哦，落足大，所以这部分哦，就是讲是内水的急雨。排袂出来，这是参咱的切糕雨水下水道连接管，所以这部分阮会赶紧现场来做一个了解，再来做一个检讨。啊，后尾干那这几条淹水村，拢袂淹水，原因有可能是安怎呢？第一点就是水沟拢无咧清啊。干那我住伫遐20几年，我毋捌看到水沟咧清呢。阮的头前个水沟吼是有较细条。啊，佮边仔迄个挖过迄、那个挖过迄个大楼遐，吼、哦，迄水沟就拢较大条啦。然后以我知影啦，吼、哦，差不多有3点的原因啦。
你敢知对三点？饮水是安那饮水？水路第一就是有哪有较低的款啦，这第一点啦。第一点，咱的水沟啦，拢无清，吼、哦，大细条，伊有分大细条嘛。啊，佫有另外一点，就是咱的溪嘛，吼、哦，咱的溪就是倒灌嘛，就要处理迄个溪上上淤，还是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地，吼、哦，迄个沟吼，会使讲拢规个拢土嘛，吼、哦，是即三四点原因尔。我知影咱市长啦吼，而且讲地主要干阿阮虎头溪遐开真侪钱啊，事实啊，但是咧，咱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咱的社区内底吼，规个拢积水，就即几个点原因尔嘛。你像我住伫阮遐，阮遐定淹水，你敢知影？迄边诶，二八二九，迄工若无调土水机去吼，规内底拢澹澹，干阿迄落入去厝内啦吼，会使讲。敢若电话制品啦吼，啊个车啦、奥多麦啦，啊规个歹，你来看，迄开价偌济钱？咱人工搁再补助，迄补助要偌贵呐？都补助无十分之一的啊，对无？所以这问题，吼、哦，咱市场迄阵啊，哪个阮好大家调是真正，吼、哦，我那啊，会使讲咱市场啊做了真迄落，吼、哦，这個、我也甲你做一个感谢啦。但是啦，将来的。吼、哦，咱市内的吼、哦，咱的区域吼、哦，所有新发电的区域是安那，迄几条拢定在淹水，这就是地水沟无清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无就是咱的迄个溪倒灌入来嘛，好、哦、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这请咱水局长你留下小可思考一下。是哦，迄、那个林议员，我甲你报告一下吼、哦嗯。其实咱过去这几年来治水，主要拢是咧针对外水啦，所以外水就是河川的水。我爱让伊泛滥入来，啊！即摆淹水就是头偏局顶块哩报告，这是内水雨直接落伫个社区，啊！是哪会淹？伊会积起来淹水呢？唔是你讲个水沟无清啦，是因为原来设计伊个排水量都无够。咱一年环保局清三千公里呢。我讲啦吼，那水落即摆愈来三百人用个水较少，三百人个水是较济，这拢无唔对啦。但是你要找出这个原因嘛，你袂使讲迄落怪天气，哦，啊是落伤济，无当迄落嘛。你要看这迄落，你要看伊这是迄落九月三站呢，是二八二九落足大啦，这是迄落三十度的，你要看这我厝的对面啦。我系林议员，因为你提出这询吼，环保局啊、甚至工务局拢会去看。会当改善的一定爱改善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是要让你知影原因，就是讲环保局的水沟清拢清了，因拢真认真咧清。啊，即摆是因为即几十年来，咱台湾啊，不只是台南市，水沟的设计排水量，就是一点钟会当排七十、六十至七十公里的水尔啦。你怎啊咧讲的水非常的大，咱的水沟设计上细条，无法当泡啦。你咧讲这我拢听有啦。但是从我住伫阮遐到即嘛二十几点，我唔捌看伊伫清水沟的啦。无安尼呐，安尼好。真的啊！啊，着伫我遐行过头，我三十公尺尔，我着有甲看。我有哪走遐徛向安骂遐底呢？啊，你他唔叫伊找出这个原因，到底是安那？到底是安那？较会当踏平小路的，着迄落迄落淹水。好、哦、对不对？我咧甲看，阮厝边啊遐吼，我皮皮吼、哦，我是伊个讲一个点头啊啦。迄我甲看，迄土拢崩起来啦，一条水沟崩来，啊崩要规半啊。哦啊，我住伫遐吼，我意思是讲，吼、哦，咱来找出了解到底，你拢甲人讲好，你好，你说大咱的水沟细条，无法当透。这你讲这话，咱唔敢甲你好人。但是啊。这个水沟一定爱吼，咱第样咱叫工作去现场看卖嘛，该清咱来清嘛，无问题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那阵讲吼是环保局过去清了无够，啊，是因为安尼才来积水，安尼真好解决，吼，安尼真好解决。环保局的啦，伊环保局局长啦。我知啦，啊是讲我得还阁无问到伊。无要紧，吼、哦，我会请环保局去看。了解一下吼，咱来找出这个原因嘛。啊，无你干那淹水入去啦，我来讲啦，咱厝内电话接片啦，碰你也好啦，
你落啥物货也好，大山也较低入味啦吼。我讲啊，一道开价拢真济啦。我来过看，迄间椅啊，另外拢烂的呢。那阵讲是这个问题。我倒来啦，啊，咱的车啦，拢嘛放伫外口嘛。对啦。啊，规个干那，你塞你干那要开只车，你又开袂得啊。啊，拄啊二九迄天拄啊好有抽水机来，你落迄个进进路遐抽水呢。啊，无对就好势啊啦。迄柜内面，像我即搭嘛开几啊万呢，啊要去甲上讲，讲啊，讲个当下讲啊，伊啊你即马是要讨补助呢？无，没有。哦，啊咱来找出这个原因嘛。好，即点。或者要即几点啊？迄、那个亲戚哪个在迄、那个？你过来怪讲，啊好多一公里，迄个一点钟就偌济水？你若讲安尼我。我认同，咱来找出这个原因啦。安尼，我请迄个环保局要去看先，邀请议员来监督。好，感谢你啊！啊，来，佫继续那咱处理的吼。咱这个，迄、那个玉峰哦，三乡玉峰的这个大桥，一八四的这个渠道吼，淹水啦吼。那是咱今年九月吼，梅雨台风的时阵啦吼。这不是溪水哦，吼！你注意来看，这不是溪水哦，这种道哦，吼！这原本是道哦，吼！连接到咱玉峰的这个大桥吼，南一八四的这个渠道，风台来的时造成着道路淹水啦，吼！交通中断啦。还佫有另外一点吼。对咱有那南一八四吼，迄、那个渠道吼，靠近这个大来边啊，咱这个大来曲溪往三重玉峰的方面，这边有几个部落啦吼，有咱玉峰里，啊甲中坑啊，啊甲咱牛条埔，因为玉峰大桥啦，这边的淹水啦吼，大来区啦吼，而且曲溪迄边嘛拢淹水啦。山上拢无法度，通去吼出入啦。啊，咱所以就咱这玉峰的大桥开很侪钱，为什么还佫淹水啦？玉峰大桥，玉峰大桥改善，啊，为什么又淹水？这梅子台风的阴暗时啊啦吼，咱咱们水库迄落泄洪啦吼，造成着咱咱们溪。倒灌啊！吼、哦，连接的这道路南一八四，而且渠道啦吼，地势有那比较较低，所以虽然大水无淹过到桥，但是咱这个迄、那个两边的这道路拢淹水，交通拢中断啦吼。啊，咱赤寮溪有一段吼，无做这堤防啦。这个玉峰大桥就是咱山上的这个玉峰往大来二溪，吼、哦、上重要的道路啦，吼、哦、附近啊拢较无住户，吼、哦、啊咱的道路南一八四，而且淹水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如果伫暗时啊啦，吼、哦，水淹起吼，会使民众看无清楚，晒了，吼、哦，会造成着生命危险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你看这山要负责啦，吼、哦，按。所以一个咱这玉峰大桥两边南一八四的这个渠道啦吼，因此这个问题变啊解决啦。你有看到无？有。诶，边啊无，这个边啊无做堤防啦。是。啊，伊遮佫较落，遮有哪有较低？迄、那个地势较低，看有在点，看变啊去甲解决了无啦？这部分哦，因为伊是拄啊好是伫咱们溪的边啊，这堤防是咱们溪的堤防啦吼。啊，但是因为咱大桥落来，引导落来，可能道路啊宽度较低啦吼。啊，这部分阮会参干部叫吼。这个过家吼，这是有较低啦吼。对。我是要麻烦咱迄个吼，麻烦水利局的啦吼。第六号站叫参详，快让甲这边的迄个堤防哦，迄个快当完成的呗，好让卖安尼迄个定安尼时常的淹水，哦，造成着玉峰的这个中断啦吼，咱这部分哦，甲伊做报告者，这部分进前有参六个局吼去会勘过，啊，阮的
可能是老教伊受限于经费啦吼，阮过来找老教吼，看伊敢会当赶紧编寡经费。伊迄边有做啦，对对对。哦，我今日讲无提供迄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遐看会当提供啊，做做。对对对。即边只迄落较袂用过来倒咯。对。啊，因为阮进前参老教去会勘吼，老教的意思就是讲，因为伊一档的经费吼是。拢固定偌济偌济，所以阮个会参老叫来参详这部分，看敢会当赶紧的。哟，较麻烦咱迄个局长哦，较用心者啦。啊，无啊，你甲看迄原住民关型的吼。是。下来你请坐啦。来吼，迄个，即我问市长好啦吼，按即个新华大坑里啦吼，草厝啊吼，而且道路啦吼。而且影响到咱的民宅啦吼，你也看相片吼，这個、风台啦吼，就大雨啦吼，造成到咱道路吼，怕会从啊冻到从啊崩去啦，哦，冻到从啊规个规个从啊顶难滴，这边啊这种厝啦，吼、哦，来个第二张，哦，迄落机场路看到无？即安尼规个到即马两三个月啊，规个老馆型的啦，啊到即马拢无做啦。啊即，迄、那个安尼林议员吼，我会请迄个区公所先去看吼，看讲即到底伊的环节单位是倒一个单位，哦爱看迄个地点嘛，伊的权责看是倒位。哪阵我讲哦，到即马做都唔敢叮当啦。两三个月啊啦，哦，伊个所在是私人的，也是各有国家中央政府的，也是咱台南市政府的。到了边呢？对了，到了边来来来，我迄、那个来过迄、那个过进京中，好者，这嘛，有无？伊个处理者，啊，这条是道路啊，啊，这规样板板路啊，啊，讲要做到怎啊，拢无做啊。两三个月啊，伫这是伫路边哦，这。这一个住了搁偌济呢？啊，到即马就两三个月啊，拢无做啊！迄落，讲要处理到即马拢未处理啦。就是迄落酒家早就笑啊，讲啊，伊原像这安尼，道路变这啊，唔敢叮当行，叮当个搁堵来，嘿，憋死人呢！我林明华即马甲你报告讲，只要是台南市政府宽恕的范围，阮都会去做，好不好？欸、我即个唔知，因为你无提供详细资料，我唔知。可能迄、那个，我唔知迄是私人。啊，伊打提来发尔啦。对啦，无咱了解。对，啊，你了解者，啊，就是工作有去看了啦。无，安尼请、那個。应当工作有去看了。是。无你等下，你等下先敲电话甲伊问。有，我真。哦哟，你甲问。我甲议员说明。迄地图边呢？规个板路呢？即个部分有报灾害抢修的即个工程，因为灾害抢修的工程是最近。公共工程委员会刚刚核定了，啊，我也来查看卖看，这案是不是有在进来底啦？吼，啊，伊这案是已经有报啊啦。是啊，这条真是道路啦，啊，这规个放落来啦，是安尼，唔是讲内面，啊是规个全部拢私人的，唔是哦，这是咱道路放的哦。是，拄则我有甲议员说明吼，讲公所是这个部分，迄、那个当初灾害发生了后，因有报灾害迄个抢修的部分。纳入这个灾害抢修的这个工程内底，啊，因为顶礼拜我所掌握的这个进度是无啦，我都问你一句，即件你知唔知啦？我拄只已经确定过。哦哦，啊你拄只啊知，安尼我唔免阁甲你问啊。哦，伊个是道路边，是，因为我住伫迄落阮新华较了解，啊你无了解，所以我即下无甲你见怪呐。啊，市长，我嘛无见怪你呐哦。是讲迄是道路边啦，啊，恁都无了解。哦，我的意思就是讲，恁了解了呐。如果讲咱你市府的吼，路边的做什嘛，会使就会使，袂使袂使，会使做就爱工作，那袂使做免做。你明我的报告？哦，我的意思是安尼。是，你明我的报告？嗯，伊这是属于台南市政府爱做的范围啦。哦，他对我当局长的意思是安尼啊。咱新化区公所已经把这个抢修案送到中央去争取经费。啊！即摆中央已经有核定一批啊。哎，啊，若总讲有伫内底，就赶紧做。啊，若总讲还袂伫内底，我会甲催，甲中央催，钱紧落来。这是上解危险的，
即马人，伊本地人拢住比较，后壁惊死呢，惊搁再小可哪搁落雨，搁再堵落啊，地势难免啊。哇，因为咱国家的制度是安尼，如果哪风台来，中央吼又编这个抢修的经费，好帮忙。对啊，你讲的我听了啦，伊都，比如啊，中央钱也袂得啊，你啊也袂得，咱市场的，我问伊意思就讲，看你要哪个解决，会使做。该做咱来该做嘛，唔是咱唔免做。即该做，即该做。哦，好安尼，好安尼好，啊，赶紧甲做，赶紧甲处理啊，无伊后尾惊死啊，到底后尾惊死啊，赶紧得得死啊。好，赶紧。好安尼好，好好。林局长，你要补充说明吗？你要甲公司跟当局做。甲议员说明吼，即个我有甲去了解进度吼，中央已经核定啊，啊，我来赶紧请新化公所赶紧来处理安尼。报时间。你也看两三个市长，真正足可怜的啦。我要驚死啦！因為後生他們要跟老人啊，他們要跟怎啊，他們甲撮離開啊，啊唔敢叮噹啊。是迄个林議員啦，咱體諒啦吼，因為風台其他縣市有哪有受損，所以中央你心扎一定要有一個時間啦。吼，我緊啊，即擺都已經通過啊，啊，我會趕緊叫來。啊，你講這我聽有啦，但是就是已經足久啊，人百姓，你看今日啊，忠心必勝，今日厝咱的安尼。咱感觉是安怎啊？哦，对不对啦？哦，感谢啦！哦，来，我来个一条，我还有一条啦！吼，唔然这条到底是要问对局的啦？哦，本来是当作这条是咱公务局的啦，结果问问的，讲唔是啦，是咱农业局的啦。哦，这个迄、那个大来吉亚华的这个道路的修好啦，吼、哦，本来是一八四线，现在变成就农路啦。哦，本身我们啊，根本不知道啥，这到底什么经营啦？哦，大来吉亚华，你要看这啦，这帮一管用的嘛是拢两三个月啊，到今嘛嘛还袂处理啦。哦，到底是农业局啊，公务局的啊，我啊。不啥啥，公务局还是农业局长，请，好，家己完报告啦，哈，这个哈，这个迄个包括七支瓦龙路哈，这个复建工程，目前哈已经核定三件啦，哈，就是台水加压站，啊，个一个后山龙路，加做古峡龙路。目前吼，伫迄个大来公所吼，伊咧测量啊，加迄个设计当中，也是迄个梅季风台的时阵呢，道路诶，好诶，全派的嘛吼，到现在已经两个月啊，两三个月啊，啊，拢还袂修好啦吼。啊，这已经发，啊，所以只有你哦，你即马迄个感觉讲大来桥啊，即两边的部落是一个新社，啊，加咱。佮另外一个是古社，这条路是咱古人迄个出入上界重要的道路啦吼。是。暗时啊，会使讲真危险啦，市府那是不是赶紧吼关心吼，望偏远的这个部落啦吼，这条已经歹遮久啊，为啥物到遮还袂修好？我进度咧测量吼，啊，佮设计当中吼，区公所这边咧做，啊，我再佮督促一下吼。哦，慢完些，较紧的啦吼，会使讲真危险嘛。忙诶，即阵嘛啦，都要开起来，暗时啊，小检查，怎啊安尼连着开去，即骨化三百五折。所以希望吼，赶紧处理啦。好，这他们外久会当处理？诶，即卖都伊呐。你要看这已经拢掏空啊咧，掏空就变咧。啊，即卖来掏空咧。无，设计好吼，啊，赶紧就来招标啦。对啦，啊，你讲设计好，头摆外久的时，你嘛爱招。时间，我接过来甲催好无？咱区公所这边遮咧时间，要赶紧处理啦吼，赶紧处理了解一下啦吼。安尼好，你请坐啦。然后咱迄个好老弟，咱观光旅游局啊吼，迄个阮新华啦吼，而且迄个接受两个都市计划区啦，一个新化区。啊，另外一个是都市内底迄个计划啦，吼，咱好台北风景区的特定区的这计划啦，吼，咱新化区内底有两个
迄个都市计划啦吼，本身伫上次啊，要提起来讲啦吼，今年啊做过三道即个通盘检讨啦吼，即次要讲的是咱好台北的特定区啦吼，咱观光旅游局的吼，咱好台北的特定区啦吼，有啥物景点啊，请咱局长你讲看嘛。是我们虎头皮里面吗？议员的意思是要问虎头皮里面有什么景点吗？有啥物景点无？虎头皮，你敢有了解啦？有啊，我去就得拜呢。虎头皮的那个湖，其实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景点，从之前的水库一直到现在，所以那个在虎头皮里面，在过去的台湾历史上面是重要的台湾八景之一。我即马咧讲的啦吼，就是虎头皮的这個风景区啦吼，有咱国家迄个主演啦吼，啊甲咱台南这高尔夫球场啦。吼、哦，啊！甲高山安尼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咱中下时，吼、哦，咸水大堤、极限运动场，即自行车道啦，顶顶啦。附近啊，是附近有是。附近无唔对，啊，所以迄个局长，所以咱好来比的特定区的优点啦，吼、哦，发展到咱观光的即优势啦，吼，是有啥物货？我们现在就是做了很多，就是把虎头皮跟周边的景点串联做游程的推荐。那今年虎头皮也会、哦、啊，所以特定区有加些咱景点嘛，分为这自然的这个资源嘛。对，我们结合周边的民宿跟虎头皮这一个区域内的所有景点，其实在媒体上跟在部落客这边，我们大家都有做游程推荐，今年也有，那每年也都跟新化。所以我咧讲的意思啦，吼，是，会使讲虎头皮吼，你都做观光。旅游局长嘛吼，吼应该爱了解啦吼，咱的交通方便，离这个国道三号、八号真近，最主要迄、那个连接咱这個外环的道路有咱南一六八线中兴路嘛，吼啊南一七二线，而且信义路啊南一七五线，吼、哦、就是咱青坪桥到咱这后台边大门，吼、哦、所以临近。而且新化区内吼有大巴站，啊，甲文化园区，甲新化老街，吼、哦、街也长，吼、哦、咱武德殿、日本宿舍，啊，甲杨贵文学馆等等。这拢有串联做推荐，这拢无问题。我们的游程串联，其实在小旅行上已经推了好几次。意思啦、哦。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咱迄个虎头皮迄附近的这个观光景点真多，所以得要甲连接起来，吼、哦。像咱虎头皮的特定区啊，吼、哦，你若甲连接起来，吼、哦，下当讲安尼，规家伙啊，吼，安尼做下去出游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可以到虎头皮烤肉嘛，野餐嘛，也拢下当骑咱这自行车的这运动嘛，新华公所已经有规划。几啊条咱自行的这个车的迄个道线嘛，所以连接邻近的这个景点嘛，可要做一日游啊？你听我讲了，我会和你讲吼、哦。二日游吼，而且旅游吼，咱带来天文台、山上啊、甲台南水道吼、竹顶、菜寮啊、化学馆、迄个二寮、关注区吼，啊、甲咱这个。迄、那个超山的外世界，吼、哦，如果要规划二日游，吼、哦，就需要咱注射嘛，而且空间。目前咱虎头皮活动中心消费了久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的观光旅游局，你敢有规划要招商，还是重建咱迄个虎头迄、那个虎头皮的这个活动中心？吼、哦，请问这个计划，你敢不敢啊？你给我说明一下。两个部分跟原说明吼，虎头皮的。活动中心在明年就会启动 BOT 计划，现在已经准备好，所以青年活动中心这个部分会重新以 BOT 来做改建，这是第一个。明年会当。明年，咱的虎头皮活动中心会当迄个 BOT。你敢知影？对新化镇的这个观光景点偌重要？是。哦，会当吸引到咱的迄个游客，吼、哦，也是大型的要办这个活动，或者是迄个团体旅游、观光拢可以利用。所以这很重要。行，这是第一个，所以虎头皮本身会有一个 BOT 的计划，把青年活动中心整个改建。
那第二部分就是议员提到的周边的景点，其实大木匠文化园区一直是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主力的行销，所以刚刚议员提到的那些景点，包括山上的这些水道公园的串联跟游程，其实全年都有推。那现在最近的就是年底，我们跟二寮日出也有一个串联，那每一次的各种的不同的季节，我们都会针对虎头皮推出周边的景点的旅游，包括一日游居多，一日游跟二日游为主。我讲哦，那虎头皮的这个建设实在我那市长啊真用心啦，我唔敢讲无啦，啊感谢伊啦吼。啊，所以这个要发展这个观光啦吼，爱重视啦吼，话句话了无好个吼。啊，即马使用哦非常的低，变成一个文资馆啦。啊，迄、那个我即马咧讲个，即、這個、文资馆你敢打倒一只？你敢打去这个极限运动场？不然嘛，这样，你敢知影这有对？你知不知道？新化，我知道。新化对啊，我伫对。就后头边的边啊呀。哦，你若讲后头边边啊，你何里何哪何里想想者？你讲啊对，后头边的边啊，无唔对。但是上接近后头边的边啊，还佫有一个对啊，你敢知影？迄、那个温，迄、那个停车场，你敢有去？后头边的停车场吗？哎，后头边有外口的停车场，你敢要去？我知影，今年还有整理啊。我知影，当然知影。今年的外部，我们门口还有在整理，特别好啊。对哦，迄个要整理一下。啊，加咱这个极限运动场，这拢更贵啦，实在有够水啊。但是迄个上的管理啊，上的管理啊。你唔知哦，是就是咱新化公所，咱新化公所，你敢知哪个入去因内底，就爱去甲迄落咱新化公所借设施带当入去啦。啊，这安尼开几啊千万伫遮，啊，你着看连甲整理也无啦，这拢无整理，这规样杂草。啊，你啊看迄内面也有足侪，我是凊彩翕一个尔啦。会使讲迄个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所以咱拢得爱去甲工作介绍是才会当入去。啊，迄咱哪个整理你个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会使讲咱内面有几啊种吼，会当运动啊，是哪即马都拢无人在去啦，要开几啊千万呢？阮甲区公所在参详，看要安怎处理较好。所以迄吼、哦，一定爱迄、那个。爱个全部整理你个，我头先了讲个足济啦。新华遐会使讲，那景点吼，一日游、二日游，即安尼甲连贯起来，你观光局长你都要用心一下。即马都有啊，嘿。啊，即马我都甲看个拢买着你，都拢放伫遐嘛。啊，迄个杂草啦吼。即个所在我刚苦工所在来参详啦，即个所在。哟，唔是干那遐尔啊，我头先了讲个，咱迄个。迄、那个新华杨贵迄块，咱拍通个咧，吼、哦，迄种迄个，你若用我即马无时间，能够交你谈者，你啊对阮新华，你啊用心一下，吼、哦，有足济所在会当连接未来新华迄、那个，后来市长啊无你答着。感谢林议员吼，以即个极限运动场啊，确实是过去管府时代你选地点个时选了较偏僻，哎，哦啊，不过即摆区公所个管理使用个方式。确实是有影爱改进。啊，头拄啊，王局长已经有甲你说明嘛吼，伊会去找区公所、来调整管理方式，啊，会当予市民使用，啊，甲环境有哪甲整理又较好。我讲市长，你对后台美食真用心啦。是。但是即、這个我头拄啊咧讲个足济嘛，杨贵啊，甲迄、那个迄几个你拢甲连接着，我头拄啊讲个讲一大堆，我无时间能够重复搁再讲。即会当甲连接起，阮新华的观光的地点，一日游也好，二日游也好，会当足济所在，到即马拢也未处理啊。是咱安尼啦吼，林议员，你应该有感受新华观光客愈来愈济吧？有啦，有较济点，但是足济所在，拢无得使用的哩。不，这就是文化局参观光局合作的结果啦。啊，你即摆你的指导了后，我会阁叫观光局甲文化局。哦，搁去顺顺看看，搁加强一下。真济嘛，迄未来吼，你像迄个咱山中迄个淡水地震，拢来让连接落去嘛。
对对吼，啊，连这个吼，台南水道遐农业局要搁创一个花园嘛，吼。有。啊，所以会当吼。有啊，迄当初嘛，我提起个花圃，迄台东迄个热心，只要你有想到啊。啊，所以你即马来咱迄个三江台南水道遮吼，即马来用起来，试试嘛。足侪景点通去，迄个观光局长足侪景点通去处理个。即个吼，管区合并了后，才有机会跨区域去行销啦。有啦，你刚才讲的这些吼，你刚才讲的这些几点，都包括新化，包括三雄，包括大来，这拢会当加连接啊，用用整理的好势嘛。观光局这几年来行销嘛是拢安尼。对啦，迄个伊打来无偌久嘛，一两冬尔嘛。两冬啦。两冬啊，啊，我看咱新化的迄个诶观光的景点有够多呢。拢连连接，到遮拢无连接哩。啊，市长听伊讲话，啊是啊，市长咱常讲对好来，你真用心啦，真正我唔敢讲无，足用心。但伊个店拢连接袂起来啦。哦，我咧讲个，太多我咧讲个，这是拢连接袂起来，你听下无？交通上的串联，伊完。哟，哎，规个会当甲整理好嘛？对不对？我是以这个大概的店名。你要看遐安尼有水无啊？啊，你要看怎个放遐，迄落，吼，伊头路讲去店讲遐有较远对啦，但有较远啦，咱好来比发展起来遐嘛近近啊尔呢？迄差不多，差不多100公尺尔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边啊个有一个停车场啊，哦，停车场今年就有整理，有整理呢。我吼啊啊！迄个吼，规个甲连接无起来，足济吼，市场是有真用心，但伊个佫较小行业，拢较无咧注重啦。较小行业市场无咧注重，啊，好大尾啊大有注重。哦，我讲这些啊，所以唔啊拜托咱观光局长哦，你啊甲连接起来，该整理的整理，吼，茫囥遐咧芳啊，吼，去遐期望你，真诶你。哦，贵啊贵啊！迄个阿啥嘛，咱观光旅游局吼，你爱连接一日游、二日游，吼、哦，会当观光看会当。阮新华，我看有哪敢那观光看会当发展的袂啦？啊，就是啥物咱无，什么都没有。较早是新华军呢，管高雄镇呢，即摆安尼有可能无？有啦，即摆嘛，就侪人知影个呀。哦，啊，足人知影都无咧点通去佚佗啊！我咱来用用个措施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来，你请坐。这个林议员，干部局长有要甲你答复说明一下。我甲迄个林议员补充一下吼。哦。咱新路虎头边吼，咱迄个后门迄条路吼，咱已经做好啊吼。103年这个已经通车。啊，真就是讲吼，市长真关心这个道路系统吼。对明年开始，吼新这个虎头边头前迄条路，正门头前迄条路1500线吼，咱拍算三档吼，用3亿人吼，改做拓宽。对这个。诶，人工你咧讲伊深坑桥到好大尾大门，唔是，是，唔是一条，还是还是，还是中路，还是哦，1500线。你咧讲遐要对桥出来就是遐个款哦，无，迄个到火车站边啊，好大尾后门遐嘛，正门，后门那条拓宽啊，诶，咱正门头前，后门遐是一层还未拓宽，头前迄层有拓宽，迄层即咱即个办变更，吼，迄层原来都是个变更，啊，咱。正门头前这条吼是唔免的，即话正门头前这条就是要等咱迄个青果市刷机遐人带过来处理啦。啊，无你即马呐，倒啊去迄落去咱的青果市，甲车路来路去，迄条路有哪歹啦？是啊，所以我想问恁的大概时间呢嘛？诶，所以这条吼，明年开始分三单要甲拓宽，对这个。玉兰公路吼，到这个168线，到中兴路遮，咱规划。啊，遐唔到迄落虎头边的边要去关注处迄条，敢是迄条啊？唔是正门，你就是咱即卖未来青果市咱的头前迄条路，嘿，头前迄条在青坪到大门唔得对，啊，佫有另外一条是迄落咱高，迄落咱高火车站迄座嘛，
吼、哦、啊，另外一撮就迄个中兴路嘛，到处就这两三条嘛，到处就已经开好、哦、啊，咱真就是交伊垂直的迄条啦。哦，无要紧啊，无我较了解者，无你讲啊，我哪回啥啥，我知影。正门啊，虎头鼻正门头前迄条路啊，啊无正长，吼、哦，对玉兰公路挖入来，吼、哦，啊来到这个，到这个一六八吼，就是、中兴路，即扎正长，吼、哦，啊大概三一六，啊来分三单要开车，吼、嗯哦，好。来，迄、那个搁在咱社会局啊，吼、哦，哦，今仔特别问你都好，因、哦、这个大家拢早有找我哩。迄、那个咱这个请问咱这个黄信奇哦，是啥物啥物时候几月开始？五月一号到十一月三十号。哎、啊、对，你迄个我暂时要来问讲迄、那个沉沙池哦，而且功能是啥物？沉沙池一般就是讲吼，咱啊山区即个山水吼，要入来到咱啊较部落吼，佫是下水道吼，安尼惊讲迄个山水掺泥沙吼，啊竹啊吼塌掉的，所以咱做一个即种的沉沙池，卖好。你讲的就对啊啦吼，因为咱即个山区落是拢个排水是时常都拢会大量，可能你土就石头嘛，吼。啊，容易下游拢会浸嘛，吼，哎、哦，造成着咱排水沟迄个塞住嘛，吼、哦，所以沉沙池的功能就是安尼嘛，哦，过滤过雨水嘛，吼、哦，即咱这土啊石头吼，下游拢排水拢较会当舒畅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功能伫咱大来石啊路啊，对，吼、哦，请问咱水利局大来为啥物做这个功能，为啥物做会成？啊，因为迄个遮偌排水吼，伫迄个部落内底吼，差不多有1500公顷，拢已经是堪挂。嗯。啊，但是伊个迄个顶游遮吼，拢是山水吼，直接安尼冲落来。较早吼有做一个栅栏啦，但是迄个栅栏吼，若是讲迄个雨滴啊、滴坡塌掉吼，啊，规个水都满出来。快嘛吼。嘿，是是。即迄落迄阵啊，讲要做诶嘛吼，对对嘿，就是咱因为咱带来诶即个橄榄礁啦吼，是，讲迄落橄榄卡啦吼，诶，即个入水口上少嘛，是，啊，所以无要让承受大量诶即个排水量嘛，是，啊，所以时常拢会造成着即个淹水嘛，所以才做即个沉沙池嘛吼，对不对？即个工程今年二月开工，是，啊，当初。有其咱七月要完工，是，但是啦吼，从咱四月29日就开始停工，是，一直到现在拢无复工。请问咱所以讲，这款是啥物情？你甲我说明一下。我这次的报告啦吼，就是讲伊开工了吼，因为伊爱挖这个沉沙池，伊爱出土，啊出土吼，结果因为伊这个出来迄个路吼是10米以下，伊爱申请，所以阮协调紧来申请吼。啊，同意了后，到6月24日开始复工。啊，但是复工了后，就开始一直落雨，一直落雨，一直落雨，因为伊落雨一届吼，爱甲内底水抽干，阁会当继续做。所以这今年雨水吼，阁特别多，所以伊目前吼，目前进度已经慢慢啊，咱开始甲堆吼，因为开始无飞汛期啊，无落雨啊。所以，阮要求迄个厂商爱赶紧吼，看爱伫明年的3月底进行，一定爱甲完成。哦，即个安尼上过了久个啦。因为即个沉沙池的即个工程啦吼，进行是出土吼，出土迄个路爱申请，吼啊申请了，啊佫开始落雨。即个沉沙池真重要啦，即个工程会上对大来石仔路来讲啦吼，是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即个石仔路。诶，地势比较较低，过去拢时常在淹水，吼、哦，咱大个闸门溪的堤防做好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做好了后，虽然是较袂像过去遮高淹水遮严重，但是啊，予咱即个迄、那个土甲石头呢，啊甲地啊啦吼，会使讲顶顶拢迄个阻塞啊，啊，所以到即马造成着淹水，所以即个工程真重要，伊上游。先将这大量的这個、迄、那个土甲迄个石头拢会当过滤嘛，对，予咱这个下游的排水要顺畅，所以比较咱这个较袂淹水，
所以结果呢，四月二九日就开始停工到现在啦吼。停工就是因为伊出土迄个联络道路十米以下的墙啦。所以到即卖拢还袂复工，遥遥无期啦吼。啊，今年的南部雨水也有较侪，所以百姓拢惊过淹水啦吼。啊，迄个风台来的时候，拢真紧张，拢烦恼甲困袂去啦吼。即、這个台风来，啊，连咱时间的地点也拢淹水，你啊看，这淹水淹干呢？啊，这你咧讲的明年，你讲外久要过迄落？你看规个淹水淹干，你看这边啊处理啊？啊，就是因为吼、哦，今年雨水较侪，所以迄个工地吼、哦，工地就是讲落一遍雨，哎，你爱甲水抽干，阁会当继续施工啦。所以真已经无落雨啊吼，所以阮会叫包厢。一定要趁这个时间，好天赶紧来做。你要看四月到今嘛，今嘛几号啊？呢，十二月啊，今仔十二月初嘛。初二嘛吼，今仔十二月初二、欸。啊，你要看，你要看偌久啊？你要看这安尼有重要无啦？你要看若雨落来，就安尼啊。安尼要安怎？啊，你即马讲的是讲明年偌久会当三月底进前，我三月底是要开工，还是要完工？完工，完工，讲好。完工。哦，明年三月当迄轮一定爱完工。哦，来，哦，安尼迄落你吃侪，哦，有迄落明年三月就拢完工啦，哦，有阿哥麻烦你啦，哦，感谢你，哦，来咱这个干部局长，我都还袂问你用的白个。因为咱这个大来啦吼，这个石湖里啦吼，天后宫的后壁这拓宽的这工程啦吼，迄落即件啦吼，咱迄落树木标出去啦，吼，迄落包厢就今年四月迄落动工的嘛吼，啊树的咁要完工嘛，吼。像迄个即款的啦吼，咱市府直接发包的啦吼，民众有问题要反映啦吼，你看要反映啥？咱其实咱这个每一个工程吼，咱拢有个工程的告示牌，啊，告示牌内底吼，对办理的机关，还是干责单位吼，甚至包厢吼，因的电话咱拢有写，所以这拢会当对这个电话来反映。百姓绝对唔知影。你看，第二条线，这是台湖来，这条你甲看卖啦吼。这是迄个地球的部分民众的这冷冻库啦吼。时间的迄个时阵，因为落雨嘛，啊，所以整个的水拢积起来，水拢走进厝内啦。吼，看相片就真清楚啦吼。左边这条是咱石头还袂清气的相片。就流清了，下面拢规个拢水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民众第一个时间就去找包装反应嘛，讲啊，包装啊，你负责人啊，迄、那个你安尼，迄、那个阮也拢袂当做生意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要叫上处理啦。所以咱民众怎啊去找公所啦？可是公所一问三不知啦，讲唔知头唔知尾啊。因为这个工程是市府发包的啦，所以公所对这个工程不了解嘛，所以民众直接就找市府去处理啦。结果问来问去，新办也唔知啥人啦，吼、哦，啊到底要找啥人啦吼、哦，啊一个问题，安尼拖几下子啦，几礼拜啦，啊路啊地球下底拢掏空啦，吼、哦，啊造成着民众的这个损失啦吼，是要找啥人迄落赔啦。这个无迄落，这张你也看这贵个啦，啊，这水安尼啦，你也看咱的百姓，免哪出入啦，这做生意贵抓啦，也袂当处理啦，啊，这你也看拢掏空啦，这贵个拢掏空啦，哦，啊，你落百姓去阮厝遐讲啦，啊，找工作也唔知，啊，厝也唔知要找啥人，啊，这唔赶紧处理，尾下较硬拜托硬要求几礼拜，较怎啊甲你铺？迄、那个尾仔公公讲，啊无你上届少，你嘛爱甲铺一块迄、那个迄、那个铁片，看倒一个人因遐有伫做生意的，会当互出入吼，会当迄个互因
会当迄落再会出来安尼，结果拢无处理啦。啊，百姓伊太知影要找谁，哦，啊，所以迄落我即摆意思是讲，咱局长为呾咱起雾发包，咱来追踪，哦，百姓爱了解。好，讲咱一分钟。我到底是爱安那处理忙哦，百姓万言，其中我讲的对不对？爱追踪忙怎啊发包水怎啊唔差伊啊？我对不对？啊，去阮厝阿将，大声声声，啊，讲说我唔知，起雾遐天来杀去，啊，你是要叫安怎？我因迄个林议员，他都话，这我是我的建议啊。好好好，那咱发包水，你啊追踪一下。好，安尼无？他如果苏局长有甲你报告嘛吼，其实迄个故事办顶关拢有联络电话甲负责单位啦。我跟这件代志，我特别叫。哎哎，这记录着。我这件代志，我特别叫公务局过去看一下。哦，你也看这安尼啊？他都一条水沟来过，一条水沟翕一个横看，你也看像这安尼，免得处理啦。差不多一百米啦，无当处理啦。啊，叫阮就去阿讲。叫公务局过去看。有咱哦，我建议讲以后哪迄个像。即款咱发包水诶，爱伫啊迄落追踪一下，伫啊伫啊看一下。好是。安尼好无？好安尼啊，以上大家辛苦，大家好哈，安尼得啦。好，真感谢咱诶林全中议员所做诶市政总结顺，也希望咱市府各局处吼，对着咱诶灾害啊，即个补助，因为年度底啊，咱即个工程诶进度，咱希望我爱赶紧。赶一个啦吼，啊！希望迄个流程也予咱大家地方关心，而且民意代表做一个了解吼。啊，咱上午即阵的时间到这结束，啊，感谢市长以及咱的市府各局处单位主管的热心，感谢新闻媒体好朋友的采访，嘛，感谢电视机前咱的乡亲大家的收看。咱下晡的议程是要来进行着咱大会的议程吼，审查咱的议案。好，啊，咱上午议程到这结束，感谢。